最新消息，台中市中兴大学附近的路段在上午发生了死亡车祸。有一名中兴大学三年级的女生骑机车上课的途中，却遭到了同方向一辆台中客运因为不明的原因擦撞，女学生连人带车倒地，被公车右后轮碾过头部，头颅破裂，当场死亡。肇事的公车司机对事发经过不愿多谈，而警方将调阅公车的行车记录器和路口监视器厘清原因。